太多人問我啊，點樣 set 啊？成日咁睇睇你咁樣 set 好似好簡單咯。今日咧我就放短短嘅，大概教你點樣用開嗰個 section，頂點樣用，睇你要愛嗰個 len 要愛大定係細，都係要愛睇你嘅 cutting。如果你太過薄啊，或者係太過緊要。長啊，睇你愛咩效果咯。而今日我嘅頭髮係到呢、即係膊頭落嚟到差唔多到我哋嘅胸部啦。OK，so 咧，今日我嚟教大家即係自然嘅嗰種犬一個屈大嘅屈啦。OK，如果你有通科之前，你驚打棘，你梳咗佢先，梳順佢，梳順咗你揸住高啲。你个头直，提住颈，揸直，记得向高啊，唔好向咁低啊。OK，start 就喺中间开始，开始卷上去。你记住要收到你嘅发尾啊。OK，第二次上你转到去中间位置，睇你个头发长度啦。我长度系要中意卷到我嘅下巴呢度。OK，几秒咁前，你咁样放落嚟。OK，嗱，咁就有一个啦。我呢一个圈系32毫米。呢样好似，OK，你梳顺佢，记住啊。OK，又开始，记住高啲，唔好咁低，收入去，慢慢卷。如果你嚟新手嗰啲咧，你就要爱小心啲。如果你驚，最好買一個手套嚟戴啦，或者你可以打一個 mask 遮住，因為好多避免，即係避免你辣到啦。我之前都辣到，唔緊要，快快即刻擦嘢。OK，好啦，放落嚟。陣間你一搽油或者係搽定型嘅，你一噴你拉就有你愛嘅感覺啦。OK，呢度有咗。